是什么让糖糖那么开心呢？所以那天他们晚餐都非常非常乖巧的吃光光，因为他们知道晚餐之后就可以吃到冰淇淋。原来是隋唐妈咪代言的商品让宝贝们很开心，不过 Tony 哥可不这么想。其实我记得你老公管你很严，对啊，所以不能在家吃啊。所以我这次那个宅配到家里面是我老公尖叫，他是不吃，但不代表他不爱，他是非常克制自己。如果看到了他就会收，对，不看到就算了，看到他就会克制不了。那 Tony 哥自己要加油啊。而聊到两个宝贝开始会争宠，这让糖糖有点伤脑筋，很凶。对，他虽然嘴上说不喜欢妹妹，然后妹妹老是要抢他的东西这样，但是他每次跟妹妹一起玩的时候就很开心。然后他因为 Max 比较谨慎的个性，处女座，对不对？所以他想要做一些他觉得可能会被大人骂或是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会去让妹妹来壮他的胆子。他甚至就是直接怂恿妹妹说，哎，你去，妹妹就傻愣愣的就去把它打开或什么，都是妹妹在做那个不能做的动作。所以其实 Max 也很享受有一个人在跟他吵吵闹闹啊，帮他壮胆啊，跟他一起有个伴的这个感觉。只是当妹妹抢他玩具是他最不开心的时候，然后抢爸妈关爱也是很不开心的时候，在这种时候的时候，他就会瞬间不喜欢妹妹。Max 哥哥太可爱，要是弟弟也长大怎么办呢？